对，今天呢，我们这个骑的路线是曾经老白所做过的一期学院山二十七坡，我们要跨过其中的17个坡，大概只爬10个坡左右，因为我们有新人在。然后一切的开始都是因为老白曾经说过一句，平路上面新人不会把自己逼到极限，还是得爬坡，太坏了。就镜头下面现在这个人实在是太坏了。老白，你自己评论一下你自己这个行为。不是，本来每周一骑嘛，如果再骑平路，大家就休闲骑，然后就感觉起不到训练的效果。但是爬坡，就算你不动，你挺静止在坡上，你腿也得使劲儿啊，我觉得。所以说就是被迫的强度高一些的训练。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我现在心里很虚，因为爬坡车借给了江恒去骑，然后现在我的这辆钢架上面只有23的飞轮，爬起来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先走着看吧。我们现在在前往第一个坡的过程之中。来来个小的 vlog， 哎呀，双人浪漫爬坡，哇，真的好浪漫哦！哇，清明节就下来爬坡，我去，这清明节已经过了，好久了已经。哎，都不喘，可以再蹬快一点。哎呀，这个坡太轻松了，简直哎，没法训练了，这个坡都太轻松了，哎，不行，真棒，真棒。我已经是个死人了，为什么要蹬快一点啊？张恒，你要蹬快一点。对。要不要跟上老白？跟上老白的节奏。我已经是个废人了。当迎面遇上老白，过一会老白又追上来的。其实这个考虑车上面有好几个老白，你只是碰到是不一样的。我们到达了一个 College Trail 上面的新景点 Burke 故居。Burke 故居。啊，什么鬼？一对勇士正要这个尝试挑战一下这个 Meeting Street 坡道。That's not the end. Keep going. You can do it.From this way, really quick, really quick. Just till hope, okay? Oh wow! 哇，张倩爆发了，张倩爆发了。我已经是个死人了。哎，死不了。张倩，你走了几个坡？啊，我走了。啊，你下车推的有几个坡？没有。哦，厉害厉害。我都骑下来了，就很厉害。没有难度。没有难度啊。那本地已经满足不了你的需求了，我感觉。
马上这最后一个坡，就是这一段相当于综合难度最难的，就是又长又陡的一个坡。由于这个坡底是一家肯德基，所以我们简称它为肯德基坡。这个可以说是检验新手的试金石啊。这个坡的平均坡度是7%，最陡的地方有10%。大家可以看，范范骑着这个后飞轮23的尺还在拍摄，我去，这太技术了。不行，范范，我就要停下来了。我拍着你，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铁毛子。范范在用23的尺在冲坡，他在冲车，哇，这前方后方都有好戏，后面看新手如何吃力的爬坡，可是看范范奋勇的冲坡，他已经快到了，他一路冲了上去，到达坡顶。好，我们下一位完赛的选手是骆骆陶，骆骆陶素有铁驴爬坡王之称，并且他也不负众望，爬了所有人里面最多的坡，棒棒的，耶耶！下一个完赛的振宇，呼呼，完成了。哇，结束了，结束了，真棒！今天是爬了好几百米吧？对，今天爬了好几百米。哇 ！Now, let's ride to our post-ride coffee. Great, the best part of the climb. 张姐太猛了，张姐真的超厉害。She never stops. 超厉害 ！Today's MVP. Yes. Never stop. 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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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MVP 有什么话想说吗？要多组织爬坡的活动。爬坡活动是吧？那下一次我们挖出赛好好不好？好，冷静冷静，不要冒进。Post ride coffee. It's not coffee. It's a post ride drink. fruity drink. Post ride drink. 对，你直接把这个拿走。看我今天眼睛透明的。二一，好，我们今天骑完了，再见。We finished that. Bye bye. 我们也做完了。